今天我们欢迎的三位选手，欢迎的是我们王培怀。接着呢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球衣编号九号的阿火。以及呢，我们球衣编号七号的，欢迎的是我们李文盘。接着呢，是我们球衣编号五号的赵俊伟。以及呢，我们欢迎的是我们 Alex。 接着呢，要为大家介绍是我们球衣编号二十一号，是我们最可爱的学妹，欢迎的是我们刘平文。接着呢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先发我的名单。首先呢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，哦，这一位呢也是身材呢相当的壮硕。身材相当的壮硕，然后呢，却有一个很可爱的外号。我们欢迎的是我们九十九号的谢雅德番茄，以及呢，我们灌篮王，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王浩天。接着呢，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球衣编号十三号的刘振兴，以及呢，今天呢，来到了我们活动现场担任嘉宾的，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何伦高。介绍呢，我们压轴的选手，同时智理技术学院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桥段，哎，让大家知道呢要介绍谁了。来，音乐先拉掉，音乐先拉掉。我们要欢迎的是谁？准备好喽？哎，老肖要注意看一下这边，然后呢排练大概有三个多月的时间，预备。所以我们压轴的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老兄周俊恒。之后呢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学务长呢，我们智理技术学院的学务长，我们林学务长特别来到活动现场，有准备一份纪念的锦旗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呢我们喜鹊队的代表，我们请萧敬腾代表介绍好吗？欢迎萧敬腾。中间的摄影师，好，谢谢。也最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我们乡愁女孩，我们来精彩表演。
我们老肖肖敬腾已经帮大家投进了一个三分球，所以呢，现场我们工作人员也都在发放的，让每个人都可以有一瓶我们泰山仙草蜜茶。
好，曾由属猴的林云俊翻了两次，来换人。好，学妹上来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喊的是阿火，跟着节奏一起来。